同学们大家好，那么本章呢我们将进行这个操作系统提升篇的学习。那么为什么叫提升篇呢？主要是因为本章的内容非常重要，既是重要的理论知识，也是重要的实践知识。那么在本章我们将会学习第一个部分的重要内容是这个线程同步的方法，第二个呢是这个进程同步的方法。那么这些知识呢既是这个重要的理论知识，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实践知识的。那么学会这些知识呢，我们在笔试面试或者说在这个开发高性能的后台服务的时候都非常有用。那么因为这一些呢，我们才把本章称之为这个操作系统的提升篇。希望同学们通过这一章能够掌握这个线程同步的方法、进程同步的方法以及一些重要的概念。那么进行学习之前，我们也先来回顾一下我们为什么需要线程间的同步，以及为什么需要进程的同步。那么首先我们来回顾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生产者和这个消费者问题。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它的描述是这样子的，有一群这个生产者进程在生产这个产品，并且呢把这个产品给提供到这个消费者进程进行消费。那么生产者进程呢和这个消费者进程可以并发的执行，那么在两者之间呢就设置了一个具有 N 个大小的可缓冲的这个缓冲池。生产者进程把需要生产的产品放到这个缓冲区里面，那么消费者呢可以从这个缓冲区里面取走这个产品进行消费。那么这一个就是著名的生产者和这个消费者问题。那么在这里面因为有这个多个进程的存在，并且有操作系统这个并发以及并行相关的概念，就导致这里面细节上面有存在一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都是我们需要通过这个线程同步或者是通过这个进程同步去解决的。那么这些细节呢，同学们可以回顾我们前面所学习的内容。接着第二个重要的问题是这个哲学家提倡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是这样子描述的，有五个哲学家，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交替的进行这个思考和进餐，他们共同的去使用一张圆桌，分别坐在周围的五张椅子上面，在圆桌上有五个碗和五只筷子。那么平时呢他们只进行思考，在饥饿的时候则试图取他们靠近他们的这个左边和右边的两只筷子。那么只有两只筷子都被他们拿到的时候才可以进餐，进餐完毕之后放下左右筷子继续思考。那么这一个就是著名的哲学家提倡问题。那么对于哲学家呢，如果需要吃饭的话，那么首先拿起左边的筷子，然后拿起右边的筷子，然后呢进餐。那么这一个就是他们进餐的方法。那么这一个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也先来回顾一下。那么如果说这个平时的话，他们拿起左边筷子，那么发现右边筷子被拿的话，那么他就会等待这个右边筷子被释放，释放之后呢再拿起这个右边的筷子然后进餐，这是一个理想的状况。但是呢有一些极端的状况我们也需要考虑的，就是五个哲学家同时拿起左边的筷子，然后呢他们都发现了这个右边的筷子被拿了，那么他们只有去等待这个右边的筷子被释放，但是呢这右边的筷子因为都被他们拿起来了，所以呢都不会被释放，因此呢相互等待，最终呢他们都饿死了。那么这一个就是著名的哲学家进餐问题。那么因为这个问题以及前面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问题呢，我们就需要进行这个进程的同步或者说这个线程的同步。那么在这里这个筷子呢就属于这个临界资源。那么这些内容呢或者说这些问题我们其实在前面都已经学习过了，那么如果有同学忘记的话，那么就翻看以前的视频去回顾或者说继续学习这些重要的概念。那么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本章它具体的内容有哪一些。那么关于这个临界资源呢以及这个线程进程的通信，我们将会分成这个线程间的同步以及进程间的同步去学习的。那么在这里这个线程间的同步呢将会学习复制量、读写锁、自选锁以及条件变量的四个方法的。这四个方法都是实现这个线程间同步的重要的方法。接着在这个进程间的同步呢，我们重点会学习这个共享内存以及这个预套接制的。那么这个共享内存以及这个预套接制呢也是这个进程间同步非常重要的内容。那么希望通过这里面的学习，同学们可以对这个进程间的同步以及
现在将同步呢有一个更好的更全面的认识。那么除此以外呢，在本章我们在后面还会补充一些重要的概念，包括这个用户态与这个内核态、上下文切换以及携程，当前非常火的一个携程，还有这个编写性能良好的程序指南。那么这些内容呢，在本门课程接近尾声的时候也会补充给大家。那么这里面的重要概念以及前面所介绍的线程间同步的方法还有进程间同步的方法呢，都是操作系统里面重要的一些内容，所以呢本章才称之为这个操作系统的提升篇。那么希望通过这一章呢，可以提升大家对这个操作系统的理解。